谢谢阿姨，没事。孩子呢？孩子在我妈那呢。哦，那你妈呢？我先说两句啊。你说。我华建平，数年铁窗，今日复出。 眼前一番新的天地，面对这一切，我很感慨。沈家小女雨雨，她告诉我，在大学里头还当了老师。没有，我就是一管答案的。那也老师。玄子伟林跟我说，他说在杂志社里当美术编辑，都是令人骄傲的岗位啊。 尤其是，他们俩还相辅相持地走在了一起。爱情是生命的源泉，是革命的动力。你们要以此为激励，互相帮助，互相促进，更加热情地投入到工作和学习当中去，为祖国建设做贡献。 来，咱们干了杯中酒。来，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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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吃饭吧。哎，快吃吧。哎，这个报告，您这些年是去蹲监狱去了，还是到哪儿当干部去了？ 开个玩笑，开个玩笑，开个玩笑。快吃，快吃，快吃！说的真好。说的真好，就是。看你吃饭的样子，我就对我自己的厨艺特别得意。一扫而空，看来发福是势不可挡了。嗯，我来，我来。 你去睡个午觉吧。不了，我先回公司了。那我就不晚了啊。去吧，我收拾完我也去公司了。别吃饭了。放心吧，我在公司也就是个摆设，无所谓的。来，知道了。 杂志社被并购，精简编制，所装其中的就是我们这些临时兵。还没找着新工作？总是能找着的吧？能找着，你在公交车上混天黑。哎，我说你装个上班族给人看有意思吗？我今天不想让神女担心。
沈宇他就是个操货，爷们儿死了活了他不知道啊！你又来了，要不让老朱帮你张罗一下。 算了，他给你搞个工作，这挺老脸了，你还忍心让他再答应他？你跟我臭凭什么呀？我只是不想让他知道你的朋友的情况。有什么关系啊？我还想给自己保留点自尊。 千万别让沈宇知道。我跟他说得着吗？我。关键是你瞒他，能瞒多久？哎，我就想不通了，又不是户外工作者，每天这衣服领子怎么那么脏啊？行行，我跟主编好好提提意见啊。 你们那个工作环境肯定得注意卫生啊！这整天扬这个灰像什么样子啊？来吧，你别动手，越弄越乱。我这身上我自己洗嘛。这跟谁洗是两码事儿，行吗？我不吃。这好歹是个文人待的地方，怎么能那么不注意呢？啊，这工资高不高咱们另说，工作环境起码得过得去吧？没见过这么极度上炕的工作单位。 工资发了吧？怎么还不交啊？那个，又拖欠了。没有。都什么工资？不是，我爸嘛，我爸不刚出来吗？你给爸了？你给我点零花啊。我打电话。 你别给他。哎，你别管了，儿女都那么紧巴了，也没个数，你坐着先。喂，爸。华伯伯最近生活有点拮据，你多帮衬帮衬啊。没有，他能跟我们要钱吗？ 我就是突击检查，看看你们自不自觉。都是老同事、老邻居了，关心关心怎么了啊？我隧道吗？你们要都顺着我的心，我能那么隧道吗？啊？您别不服气啊！就您这喝酒，我就得说您。您这年纪上来了。 总赛了，我知道，等你再发车呗。大中午的，我们要吃饭了。哦。
来什么？来顺就完。好，这里来一顺。还要什么？这样就可以了。大小伙子就吃这么一点啊？嗨，平时胡吃海塞了，有空就少吃点，当减减肥。啊，好。 卖这个能挣不少钱吧？小本买卖赚什么钱啊？能挣多少钱？不是，你这一串儿平均得挣3毛吧？一天少算了，卖个500串，一天这150，一天150，一个月按20天来算的话，你得挣3000块钱呢。小伙子，我还真没见过无聊成你这样的。 这跟我没关系。老年我有的是钱，赶紧打车回去。没事没有，我有的是钱。你这个人，快帮忙一下，谢谢。谢谢啊，谢谢。你这人，钱我都给你塞包里了，赶紧打车回家，你听到没有？喂，喂。 大姐，哎，你来呀，大姐，来，大家好。对，不知道他走。师傅，他说去哪就送他去哪，万一说不出来，你就拉着他转，转他酒挺危险。他这样有的是钱啊。不是，你把人弄成这样子往我车里塞啊？他跟我没关系。没关系，他抱着你干嘛？你要不就换辆车啊？要不就在他边上待着。他万一要是在我车里死了，我上哪说理去啊？你这人怎么说这种话呢？ 说说你家在哪？咱们立刻换店。你家在哪儿？赶快，我自己能走。哎，小伙子长得还挺帅的，找人的名儿啊？雷锋。雷锋，哎，好名儿。没事，别拦着我，自己能走。我知道你有困难。
喝完洗完脸，应该精神多了吧？你的包在这儿，你看看东西有没有少。谢谢啊。你现在应该记得交代哪儿了吧？对，一个离过三次婚的女人来说，这宾馆跟人家有什么区别？哎呀，你说这帮王八蛋啊，把我关多了，他们就跑了。 混蛋，这头疼死我了。看来你已经清醒了。我先走了，有事你给前台打电话。等等，来，认识你，很高兴。Nice to meet you 。好，行，你歇着呗。来，等等。 我觉得刘总他就是看不起人，把我当花瓶一样放着，什么事儿都不让我做。要真想做事儿，就别闲着。什么呀？他连端茶送水都不让我干，你把我托付在朋友的公司，我也得对得起这份交情吧。Excel 我会了，Word 我会了，总得派上点用场啊。行，我批评他。我跟你说的是正经的，你把我介绍给他。 初衷也不是让我光拿钱不做事儿嘛。那，你想往哪方面发展呢？只要帮得上你就行。你这会不会有点拔苗助长啊？不管看不看得懂都得看。以后遇到问题啊，理论就是你思辨的基础。拜托。 他能让我思辨什么呀？儿童教育吗？你把我当儿童啊？哼，那个孩子终归是你的。你想太多了。我是怕你故意不去想。 伪善，你说，到底是我没想清楚，还是他想不清楚？可是曹操，他让我想到亲人了。 Thank you.
你这是要去上海滩当小开啊？哎，我给你举着。我决定改行了。什么意思啊？我觉得干美编的工作没前途，从现在起。 我要干一个收入跟付出对等的工作，还是那个问题，什么意思？支持我吧。 雷锋，哎呦，果然是你啊！哎，欢迎你来我们的公司啊！没想到您还记得我，真挺荣幸的。我当然记得了。哎，我跟你说，你的世界啊，是在我们全公司啊，已经无人不晓了。哦，对了，忘了问你了，叫什么名字啊？啊，我姓华，我叫华伟林。啊，谢谢。来，喝茶啊，别客气。 咱们先定个原则，如果不牵扯咱俩利益上的事情呢，那今天呢，咱们就不谈事情，只叙感情，好吗？啊，你怎么这个表情啊？我想向您求份工作，这算不算对双方有益的事？那你带业务过来了？ 没有，我以前做美术相关的，但我想改行。这么说你就一点经验都没有了？我可以学。哎，那你说哪家公司会愿意录用一个还需要花时间去培养的员工呢？不是，您之前不是说有困难可以找您，就您给我明辨的时候。 酒后的话你也当真啊？我还真伤心了。那就是你的问题了，程总。我跟您实话实说吧，我已经很久没有工作了，希望您能帮我一把。 我相信通过我的努力，行了，小伙子，我呢跟我第一任老公离婚的时候呢，我就有了够花销的钱了。我跟我第二任老公离婚的时候呢，我就有了自己的房产了。我跟第三任离婚，我就拥有自己的公司。我跟你说这些，就想告诉你两点：第一点，如果人想往高处走的话，就得在台阶上垒台阶。如果第一层台阶都塌的话，那你凭什么让别人相信你还能往更高的走呢？第二点。 如果想成功的话，眼睛就得看着准一点啊！哎，酒后那句话你就会当真啊？谁是打岔的，谁是认真的？作为你来说，你这心里啊，要跟明镜一样，知道了吗？啊！谢谢啊，给我这么宝贵的意见，打搅了。
没都是你先到的，你的朋友柳琴科老朱会有什么看法呀？还没找着工作呀？不是，有家公司定我了，是我觉着不是太理想。 又跟我撒谎？没有。画海贸易公司，这个是我老板。贸易公司？你搞美术的去商贸公司干嘛呀？我明白了，是沈宇觉着不理想吗？啊？他怎么那么不懂事啊？啊？工作不好找，先这个地方待着怎么了？管你专业对不对口呢？ 要外头他养你啊，文艺青年真的是抠个鼻屎都矫情。我告诉你，老朱绝对不会戴有色眼镜看人的。但是，找他帮忙也得有一个过程，在这过程当中，他就得心甘情愿的供着你，谁都乐得闲在家里当大爷。你真是误会了，是我自己心里不平衡。我让老朱帮你问问。 算了呗，还是别麻烦他了。干嘛呀？你还说不得啦？是你醍醐灌顶，你让我认识到啊，犹犹豫豫是没用的。我没有调整好心态。其实贸易公司挺好的，靠能力吃饭，多劳多得，有挑战。你有意思吗你？小薇，是我能力不够。 既然报了培训班，就好好学，别偷懒。我就怕跟不上。你看，这名单上面不是这主管就是那经理的，就我啥都不是。有压力才有动力，对不对？也是，起点差就不怕成绩差。好了，先走了，有什么事给我打电话。等一下。那个，我发小华伟林，你之前见过他的？他想换个工作，你可以帮上忙吗？做美术编辑的是吧？相关的都可以，他专业能力特别强，就是有前科，不过不是蓄意的，是青春期叛逆的那种，现在不会了。华美广告。 一直承接公司的业务，我怎么主管说一下，你得没问题。朱总赏脸，小的闷球汁不得嘞。谢谢。怎么了，又闷头闷脑的不理人？不是怕影响你吗？我看资料看的都快累死了，头晕眼花的。哎，你还没说呢，那公司行不行啊？挺好的呀。反正怎么样，都比杂志社强呗。那你早上出去的时候还兴致勃勃的，回来就蔫了。 是不是职位不好啊？没有，就是觉得有点压力呗。是怕做的不好吧？不至于的，可。
肯定要好好干，对吧？谁啊？没事。伟林，你的事情我已经帮你跟老朱说了。宗总啊，我看您挺忙的，还专程打电话鼓励我。您放心吧，我一定会尽快缩短这个转型期。你是不是说话不方便呀？不会不会，年纪轻轻的怕什么辛苦呀？天道酬勤吗？只要我努力，肯定没有做不到的事儿。您那么器重我，我肯定也不能让您失望的，对吗？那谢谢啊。不是。哎，好。你看，我老板特别器重我，专程给我打了个电话，所以不会有什么问题的。嗯，加油！女人奴，随你的便吧，我又不是你女朋友，跟我鸟事儿，咸吃萝卜淡操心。您找谁？朱铁四，是我前夫。很亲密啊。我跟老朱什么都没有。以我对他的了解，我信。那你……可是我要是不说的话，谁会信呢？都是女人，我就不绕圈子了。朱铁四，他把北京那点产业都给我，自己跑到这儿来办厂子。他以为这样就能跟我划清楚界限了吗？要是没有我，怎么可能会有他今天如今的成就，如今的人脉，如今的资源？要是把他打回解放前，他顶多就是一个混机关的。他跟我分得清吗？你没有必要跟我说这些。当然有必要，大家都是女人，我得给你提个醒，你可能得另做打算了。摆在他面前的选择只有两个：一，放弃他所有的产业；二，跟我复婚。你说，不论是哪一种结局，你是不是都应该重新做打算了？我现在相信了，你们之间的确没有感情。所以我们之间更像是曾经的生意合作伙伴，而且没有孩子。我欣赏你的犀利，但是你要知道，你的这种犀利对他是一点帮助都没有。你很爽气，但是我也要提醒你，你的爽气配上你这张脸，半点女人味都没有。好，人也认识了，话也说了，我该走了，照片送你了。你们没有感情，你会接受他吗？女人打仗，为的都是一口气。
华建平。干什么？有谣传说这孩子跟我儿子有关系。干什么？嘿，我告诉你啊，你不要挑衅。哎呀，我就核对一下，你至于吗？你核对什么？你核对，离我们远点。我报警了啊！啊！再给你添点饭吧。伟林呐，身形俊朗，却有才情，治国赢车，终究是难以避免。夸你儿子呢是吧？哎呀，我倒真希望你儿子出门有车。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是说伟林的本质还是不错的，有些谣言呢是不能往心里去的。什么谣言呢？你没听说有关他的谣言？像什么孩子之类的？华建平，来，我要不是看着你刚出来，我说话可就难听了。对，你说，你说，不是谣言，是事实。去年小雨怀孕了，后来又打掉了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你儿子有本事种，没本事养。你跟我这说什么片儿汤话呀？啊，上什么眼药啊？你这男人长得好看管屁用啊？啊，我倒真希望你儿子像那潘安似的，出门有车。啊，得得得，算我多嘴，算我多嘴，好吧？老华，老华，起来吃早点吧。老华，不开门踹了啊！小雨他妈，小雨他妈，啊？那个老华不在。哟，那去哪儿了？哼，我哪知道？哎呀，吃饭不积极，思想有问题，啊？哎呀，这两天我老有一种不祥的预感。这老小子老是古里古怪的，不会是生什么事儿了？